山东大圣江苏腾讯体育11月8日讯 ,2018-19 赛季 CBA 常规赛第九轮今晚开战。山东坐镇主场，以100-82战胜带外人出战的江苏苏州肯蒂亚，终结了对手的两连胜。CBA 广东力擒广州区九连胜，周鹏26分，郑睿14分。本场数据，全场比赛山东53-48篮板战优，助攻32-18，山东遥遥领先。失误控制方面10-15，山东略好。投篮命中率45%-43%，山东略好。三分命中率34%-17%，山东占优。球员数据，山东五人得分上双。莫泰尤纳斯24分25篮板6助攻。吴楠18分6篮板4助攻。贾成14分5篮板。张庆鹏12分5篮板10助攻。古德洛克12分2篮板6助攻。肯蒂亚方面仅三人得分上双。拉杜利查20分14篮板5助攻。吴冠希18分15篮板。伊利12分1篮板4助攻。本场最佳，莫泰收20率队取胜。避免连败，山东大外援莫泰尤纳斯本场比赛发挥出色，半场就拿到了10分14篮板的两双数据，最终全场比赛拿到24分25篮板，外加6助攻3抢断3盖帽的全面数据，并率队取胜避免连败。本场焦点历史数据，本场过后山东与肯蒂亚共交手59次，山东以34胜25负占据优势。上赛季两队在常规赛交手两次，季后赛交手三次，山东队取得五战全胜的战绩。拉杜利查20+14独木难支，由于球队新签下的小外援斯隆还未与球队会合，本场比赛肯蒂亚也就由拉杜利查当外援带队。拉杜利查本场比赛拿到20分4篮板5助攻的数据，第二节拉杜利查还一度带队追至只差两分，但队友没能给予足够的支持，球队两连胜被终结。古德洛克仅得12分，山东小外援古德洛克本场比赛发挥不佳，在27分钟内三投仅4中，拿到12分2篮板6助攻。张庆鹏吴冠希拿到两双，本场比赛两队各有一位国内球员发挥出色，拿到两双数据。山东队张庆鹏本场比赛拿到12分5篮板，命中4记3分，还送出10次助攻。肯蒂亚方面吴冠希首发出场拿到18分15篮板。比赛回顾，首节比赛肯蒂亚赢得跳球，国内球员率先发力，2到6肯蒂亚占的先机，吴楠里突败头连得5分，帮助山东以9-8领先。李洪汉和刘伟对标3分，陶汉林跟进打成2+1，双方比分交替上涨。山东外线连续发炮，拉杜利查杀伤篮下连的五分止血，21-18肯蒂亚落后。吴楠连续两记三分，首节比赛山东以27-22领先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吴楠反击一条龙上篮得手，拉杜利查继续攻击篮下取分，莫泰勾手打中，山东以31-24领先。比赛进入暂停，暂停回来，莫泰篮下连连得手，山东一波7-0后以36-24领先这两位数。拉杜利查短暂休息后回到场上，连的7分帮助球队追至39-37。莫泰一记3分打平肯蒂亚。暂停回来，古德洛克连得4分，山东以48-37重回两位数的领先。肯蒂亚在拉杜利查带领下苦苦支撑，半场结束山东以52-41领先。一边在战，拉杜利查频频送出妙传助攻队友，山东则多点开花，以62-47领先。贾成三分命中，山东打出8-2的攻击波，继续扩大领先优势。贾成篮下再打成2+1，肯蒂亚请求暂停，暂停回来，莫泰篮下连续打成，山东以74-57领先。李元宇命中三分，肯蒂亚打出一波5-0，拉杜利查下场休息后全华班的肯蒂亚进攻乏力，三节战罢，山东以76-66领先。末节比赛，贾成连得4分打平肯蒂亚，暂停回来，侯玉凡反击3分，孙鑫2罚全中，80-71肯蒂亚。
加温差略至个位数。莫泰连得六分打平肯蒂亚，山东以89-73领先。暂停回来，时间还剩六分钟，江苏换下拉杜利查休息，余下时间以全华办迎战。莫泰补篮再中，张信鹏命中三分，山东以94-73领先21分。结果已经没有悬念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山东在主场以100-82战胜肯蒂亚，避免连败的同时终结了对手的两连胜。双方首发山东陶汉林、莫泰尤纳斯、乌南、王汝恒、李洪浩、肯蒂亚、吴冠希、拉杜利查、侯一凡、赵帅周、曹飞下轮对阵常规赛第十轮。11月10日山东将继续留在主场迎战同曦，次日肯蒂亚将回到主场迎战山西。Major